参观比赛的观众非常的多。在台北市松山女中举行的是国小组的合唱决赛，有24个队参加，所演唱的歌曲有《蓝色多瑙河》《满江红》等中外名曲，参加的学校都全力以赴，竞争相当的激烈。儿童钢琴决赛是在师范大学进行的，全省各县市的28位小朋友参加，比赛分指定曲和四选曲，都是贝多芬和巴哈的名曲，参加的选手都经过名师指导和严格的训练，表现相当精彩。国小组的管弦乐决赛在国际学社体育馆举行，全省28所小学的代表队所演奏的《天鹅湖》《土耳其进行曲》《卡门》等名曲水准相当的整齐。